亨寫的一首歌叫《同氣他人的秘密》，我自己很喜歡裡面歌詞的意思，他說其實我們，即我們可能很努力去做我們的工作和追求我們的夢想，同時呢其實都可以去關心身邊的人，可能我們有時見到身邊的人可能是好像沒什麼東西，其實可能他們承受很多的壓力或者不開心的，其實我們可能友善地問一句可能都可以令到他們那一刻都會舒緩一點或者開心一點，所以這個歌名很好聽，叫《旁聽他人的》，我會說心事，這個歌名就是叫《旁聽他人的秘密》，在這裡送給大家。他要什么？但竭尽力去关注是否等于懒惰。凡事迟渺小的相信，谁去触摸背后的因果？望万人望过他吃什么？但没人问到心理健壮吗？最优好使所有人蒙着眼睛，瞒着耳朵，明明暗及早发现。为何事发先感到亏欠？人情难道容易骗？习惯性开口讲挂念，会听到他想讲，却沉默直到敷衍。他活在自怜，人要失态，掩饰不惧叹，算是同情或是理解。秘密喘息碎，无声千金难买。谁的孤立在人群嘈杂世界，神父有日也许需要彼此告解，延续欢和声，谁又肯旁听，也不必太早表态。表态。